欢迎梦幻西游第一古托，这是玩梦幻西游大型提车现场啊！老板鉴定的装备能买一台路虎揽胜行政加长、奔驰 G500、奔驰 G63。老王直播间惊现，梦幻第一狗托，玩个游戏也能逆袭人生。老王直呼，这是梦幻股东啊！哇！力军火20个150啊，最贵部位鉴定。OK 不 OK？ 哈少不哈少？行啊，坐标错开一点也行啊，反正3.1.24已经好久没有不通气了。战神山，大多数鉴定玩家梦想开始的地方。在疯狂鉴定150军火的背后是啥啊？是曾经逆袭过，还是上头了？15000的165器，基本上就是两种可能，一种是810出伤的布魔，或者是880的啊武器，878吧啊，880有点高啊，行了就880吧，880的武器。布魔武器810880高伤武器啊，基本上就这两种可能。你要说体高双加的15000，现在很难卖到15000啊。分析的完全不搭边，这真是一个大写的尴尬。魔耐双加66，伤害573也够用。哇，突然好尴尬。这也没啥呀，老板，就这你就鉴定这么多军火啊？老板，我只能说你鉴定这么多军火都比这个值钱了是吧？就这啊，来吧。弟弟有金青，愤怒笑里，愤怒流云，愤怒光辉，看见蓝字了吗？专用，老板腰带专用不点吧？老板腰带专用千万别点，点了你血亏，愤怒特技你都亏。不点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我好像看见了野兽之地。第一个白，第二个白，第三个白，第四个白，第五个炸波，逆天的双蓝字，野兽之力，但是不值钱，兄弟们啊，实话实说，这个野兽之力虽然很暴力，但是它不是特别值钱，因为150，即便是白板才能变成原身，还是很值钱。野兽之力加珍宝 ，OK， 哦，这个制造师的名字大家有没有点眼熟？叫鲁班制造大师，就在前几天啊。一个早晨突然接到了一个爆炸的消息，梦幻西游新出了一个晶晶加穿刺的头啊，160的啊，逆天的双蓝字啊，坚固简易啊，你说野兽之力加简易也没有用，野兽之力加坚固也没有用，野兽之力加震爆也没用啊。好，第一波翘，哎，这一波出的蓝字还是挺多的，证明假装军火鉴定，然后给晶晶穿刺帽子放在里边了啊，放在里边了。真的，我应该直接给你的网线啊，把你的网线砍断，把我的网线砍断，然后呢，把你这个160的帽子给你换成个未鉴定的啊，对不对？到时候直播，你说对不对？我给你帽子黑了都没有证据啊，有道理。你们知道这个帽子最适合谁戴吗？咱们不分析版本问题啊，就不分析狮驼岭啥的版本。这个帽子最配合使用的就是那个破雪穿刺衣服。你们知道有一件破雪穿刺衣服吗？阿斯不适合这个衣服，阿斯不适合这个衣服啊。阿斯的帽子是破雪雾爆难投，阿斯是这个用不了这个晶晶的，因为物理系的特技呢，一般来说他会晶晶罗汉只选一个，但是有一个人他可以晶晶罗汉全都戴，这个就是卡卡戴的那个破雪穿刺衣服，配合这个晶晶穿刺帽子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就又有了晶晶穿刺，又有了破雪穿刺啊。所以说这个帽子其实最适合的人啊，就是适合卡卡老板戴的是穿刺破雪衣服，可以比正常物理多背一个特技。兄弟们，相信这位老板的话，大家应该是在各个新闻渠道上早就已经看过了吧？这个帽子后续还有个狗托的情况，就是他只点化了一次附魔宝珠，就点出了满天花雨。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吗？啊，出不出？看看他还出过啥？出过愤怒，什么三级的天平蔓延，以前的他3000的，我靠，还出过无级别高伤敏魔双加。这老板之前也是出过不少好东西，这号品杠杠的。笑里藏刀的特技男衣40000已卖，破碎无双永不磨损34000已卖，炸！畜生！兄弟们，你是网易股东吧？一年一分红，这刚刚上市完又给你分红，可不敢胡说啊！兄弟们，我刚才说的这个卡卡的衣服也是他的，还是一个大道士，过分了啊！一套了啊！玩个游戏直接改变人生，这是什么运气？
看不看见这个衣服穿刺0.87带个破血，因为物理系只能在精英罗汉选一个会优选罗汉，所以说想要带上这个精青必须得带一个特技的衣服，带特技的衣服不带穿刺就很尴尬，一般大家都会用穿刺或者雾爆的呢吗？啊，老板一个人以己之力鉴定了2件逆天的神器，其中衣服卖到了70万，兄弟们，这是玩梦幻西游大型提车现场啊！老板鉴定的装备能买一台路虎揽胜行政加长，奔驰 G500， 奔驰 G63， 二手法拉利啊，车况非常好的那种。刚才还出了个逆天的双篮子，出了个简易，好像又看见篮子了。专用还是不点啊？他的这些部位专用都是没法点的部位，取消专用，会叠几率。来，我们再把这个鼠标停留在这个帽子上一会儿啊。轻轻穿刺，满天花雨，哼。第一个拉，第二个拉，第三个拉，马上就有篮子了。我下排一定有篮子，我看见了，篮子，篮子，篮。这一出还都是双篮子。太极护法暗示要出罗汉。哎呀，差点是罗汉无级别。